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琼楠，它是樟科的，而它的树皮呢是灰红褐色的，非常的平滑，而它这上面会有不规则的剥落状，而它露出的新皮呢是红褐色的，它所以呢非常像九琼，所以它又被称为九琼臼，而它有另一个别称叫做木耳树，是因为它的天然林中，它自然枯死的时候呢，上面会长满了木耳，而它是大乔木，它的叶有点对生，就是两两是相对生长的，而它的叶表两面都非常的光滑，而且颜色非常的接近，它的脉呢是网状脉，非常的明显，而且会有凸起的现象，而它是常绿的巨大的乔木，在它是森林上层中树冠最主要的组成分子一哦。